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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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好，请翻丈，怎么理解应以何声得度者，即现何声而为说法？这个还真的不太好理解。他怎么理解呢？是弥陀现了我这个身来为,为我说法吗？比如说。 我学佛之前很健康，学佛之后总生病，是不是弥陀现了一个生病的我，让我来感受人生是苦，来度化我呢？以生病来作为我处理的增上缘？啊，不，不是这样。我们凡夫呢叫真妄和合，就既有佛性，又充满烦恼。佛性是真，烦恼是王，妄，但是我们真妄和合分不开。那么念佛呢，这个名号它是跟烦恼不相应的。 它跟佛性相应，所以它会呢，呃，触动我们的佛性，会启发觉悟我们的佛性，会把佛性呢跟它感通，所以让佛性的力量，因为我们佛性被烦恼盖住了嘛。那么你念佛之后呢，会把佛性的这个正能量啊，这佛性的这个本身的纯净的功能呢，它会把它启发，会引动它，就好像这个磁铁大磁铁来吸这个铁一样，它会把它的磁性给它感发出来。 所以，我们一旦念佛，我们佛性的生命呢，就慢慢觉醒，慢慢觉醒。那么烦恼呢，我们一一开始是抱着烦恼很不放，的，佛性根本就不知道，所以整天过烦恼的日子。但念佛之后呢，佛性就慢慢的就是轻轻者上升，然后烦恼是着着重者下下降，你就分离了。这样呢，你一个我原来是抱定的烦恼我，现在就觉醒了一个念佛的真我。那么这个念佛的我，就是阿弥陀佛所化现的。 这个念佛的我来度化你，这个烦恼的我，就是现出念佛这个真我，这是迷途的化身。因以和身得度者，你就这个人。你说谁能了解你啊？谁能比你自己更了解你自己啊？谁能有比你自己更能包容你自己啊？那么这就是呢，你和身得度者？因以和身得度者？即现和身而为说法？一般的解释就是说，菩萨来度众生，那么观察你的根基，你这个人就喜欢那个听当官的。 所以啊，愿意听当官的这个根基，就现一个宰官身来度你啊，你就听了，你就解脱了。那么还有这个人啊，这个人他喜欢要孝顺儿子，就这样能度脱他。好，因为孝顺儿子得度者，那我佛菩萨就现身做你的孝顺儿子来度脱你。这是一般的解释。那我们念佛法门呢，你说是你说指的谁是孝顺儿子？是阿弥陀佛变化的？不看都各个都是烦恼样吗？ 阿弥陀度我们是一对一的关系，是在你的心中，是现着你这个样子来度你。我们念佛被称为人中分头利花，这人中分头利花就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啊，就是阿弥陀佛救度的功能在我们身上的展现。那么这个称为如来净化众清净分头利花的这个大众，这从哪里出生的呢？正觉花所化身的，正觉就是弥陀他的正觉功德。 就是阿弥陀佛的本身，所以正觉花化生，它代表就是说念佛人是阿弥陀佛的这个功德在你身上的展现，也可以说是弥陀的分身。那么这个不是指你那个烦恼的我，这只是念佛的真性。若我们人在这世间，你还吃喝拉撒睡，念佛的我是不会要不要吃喝拉撒睡的，他只吃阿弥陀佛名号。那你还起烦恼？念佛那个我是不会起烦恼的，念佛的我充满了爱心。 充满了光明，但是呢，因为在我们凡夫来讲呢，你还是只知道你自己，他的任务就是照顾你。你是叫妙莲，就要照顾妙莲，因为就是他最了解你，你的甚至是深深深深点点滴滴，你的痛苦，你的任何一切，这个念佛的你最了解。当下起烦恼了，马上得关照的，哎呀，别起烦恼，这个大家去体悟，不要抱定那个说那个烦恼的我就是我，你抱定他干什么？那个是死人。 那个就是，就是傀儡，那个就是祸害，那个就是业障，那个是你要照顾的对象。他怎么是成了你了？呢？真是，我都搞不懂，他怎么成了你了？你抱定他干什么？那是假的，对不对？你不要抱定，抱定那个就没日子过。你就是念佛，这个才是我们念佛人嘛，你又不是烦恼人，念佛人，啊，这个念佛的这个身份才是我们的真实身份，这是我们的本来人。 这个烦恼的人是个假人，但是现在还没甩开，那么你就要照顾他。只要他活一天，你就照顾他一天。他有死，他有烦恼，他有这个整容这些正常的，你对他也要慈悲一点，要宽容一点啊。你这个念佛的，我觉醒之后，你当然就会照顾他。那我们自己有这个能力来照顾他吗？我们没有，这是靠阿弥陀佛六字名号的功德啊，名号正觉花所化身。 这就是平生业成，不等待到极乐世界再证菊花化生，在这个娑婆世界，你但念弥陀名号，莲花光荣就莲这个莲花就打开，你这就这个就平生业成了，就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在你心中就展现出来了，怎么不敢承当呢？在往生论注里说，凡夫在烦恼泥中，为菩萨开导，能生佛正觉花。 我们的烦恼泥当中，但是呢，观音菩萨的开道，你，阿弥陀佛啊，能生出生出佛正觉之花，是分陀利花，这是念佛的真我，这是迷途的分身，这是迷途的化身。又说呢，同意念佛无别道故，远通佛法界之内皆兄弟也。是你那个烦烦恼恼的人跟法界争为兄弟啊？不可能，就那样子不要埋汰观音菩萨了。 这是念佛，同意念佛、念佛的缘故。念佛人，这个本来真实身份，观世音菩萨说的，我们是兄弟。你有无驾驭，五种佳誉，五种佳誉是说你这个烦恼人吗？是说念佛之人，人中好人，人中妙好人，人中最胜人，人中稀有人，人中上上人。他没说是烦恼人，是人中是妙好人，不是那回事儿。所以这一切都仰仗了弥陀这个、呃、名号的功德。